争取和最近停了，不过灾害也是继续地进行，因为天花被大水冲破了后，溪水也是继续流入田园。砖头拢分局来封起了，内底入水啊！按在今仔要紧讲，这无解决看安怎？古后尾溪山内穿这段，目前正在进行自动水面工程。原本工程是要协助民众远离水患，不过即马却变成了山内穿引水的源头。该因为甲看起来吼，有做四五粒的水门吼，有五坑吼，五个缺，啊叫崩起，啊崩了真严重。所以伫咱崩起啊这边，咱小电支线之西，才应该去数十家吼。拢规个浸水，吼，像即马咱土豆啦、吼、菜啊啦、吼，也一寡啊，咱的番麦、农作物啦，拢规个灾害。啊，这应该讲起来，即处若要讲，比以前是无遐严重啦，诶，迄个水灾，但是咱山内特别，吼，比别个啊造成更大的灾害。溪水为提洪缺口流入去田洋，然后佮为下游段缺口流入去后背溪，这片田洋就变成了低洪池，农作物也继续一直泡伫水内底，土豆佮番麦可能无通收咯。迄边土豆田，嘿啊，土豆，一路拢土豆，即阵拢土豆，迄无效啊？啊无效啦，啊佮甜甜咯，即摆水，甜甜咯，啊就最香，就最香那个。是因为咱的政府管理。啊，这个不懂所引起的灾害，啊，所以人民的财产啊，性命受到真大的影响，一直要求要甲咱的啊政府提出啊这个赔偿，就是国家赔偿啊，这个这个充分的理由。古后尾去顶游拢已经是水泥堤防，但是来到山内川这边也是土堤。去年也发生过崩堤意外，今年加上人为因素，和农村灾害继续扩大。记者李炳干曾报道。